明天你就要去紫雾海了，离赤兰大陆的中央又更近了一些，不知道那边的天空是什么样的。 我回来告诉你，不要回来，也不要停下，跟随自己的脚步，再去更高、更远的地方。于是，我若能去到更高、更远，若能看见满布星宿的天空，一定会回来带你一起去看的。我答应你，一定会带你走遍千山万水，看遍星辰日月。 这世上所有的美景，我会带你尽赏。我等着你。明天我就要随李师兄去七煞谷了。听说那里的风景也甚好。我也答应你，以后若有机会，一定带你去七煞谷看看。好。哦，对了。 李忠正那个人，你可得防着点儿。我总觉得此人心术不正。有陆离师姐在旁边盯着，我才不担心呢。迟钝如你，你怎么可能知道？李忠正坏的比较明显，这不难发现吧？我说的是陆离。陆离怎么了？ 我去看看高宇。最近，我总觉得高宇有些不对劲。他是姐姐抚养长大，现在他姐姐出事了，当然不好受。你先休息，我自己去就行。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